年羹尧想要做的是荣宪的驸马，而不是你呀。我不信，我这就去问清楚。黄姐，年羹尧，你们……皇妹，你听我……你别说话，我要听年羹尧说。温宪公主吉祥，微臣自幼爱慕荣宪公主。 你爱慕皇姐，为什么要答应做我的驸马？你爱慕皇姐，为什么要收下我做的香囊？公主，年羹尧一直以来只把公主当做自己的妹妹。至于驸马，年羹尧的心只属于荣宪公主一人。若臣的举动让公主误会。 请公公出示腰牌。今日是纳兰府上的喜事，德妃娘娘特意派我前去送贺礼。这出门的时候太过着急，腰牌落于宫中，还请公公通融通融。没有腰牌，一律不得出宫。你若不信，可以亲自去问德妃娘娘。这要是耽误了送礼的及时，恐怕公公是要倒大霉的。怎么回事？